Hello， 大家好，我系 M K， 欢迎翻嚟四十集嘅《致命的十厘二》啊，咁就又应该一两日冇见啫，都系，咁就又翻嚟玩呢只 Gale Game 啦。咁上一集都叫做几圆满解决啦，杀咗嗰只刀刃系嘅怪物咁样啦，拯救咗大家嘅生命啊。咁就唔知道今集会系点样啦。毕竟琴击嘅态度都好暧昧啊，都唔知谂紧佢谂做，唔知佢做紧啲咩啊，应该话。咁好啦，废话唔多讲啦，继续翻啲剧情啦。在深夜的月光下面，可以望见百老汇某处的建筑上凌立着一个男人，那是男人，那是钢铁。拇指男凌立着，可以看到俯视地下世界全貌的塔的地方，可以看到那座帝国大厦建筑物上面。男人独自凌立着，俯视着百老汇。天使在消失，在粉碎，即使没有看到，男人都可以感知到。是因为埋入内部的神明的钟表，男人得以认知到这件事，引致天使被人粉碎的情况。莉莉真的很强啊，是过五关斩六将都要去到那个紫鹰的尽头。毫无慈悲的天使被人杀了，被毫无慈悲的魔女杀了，这个是他所期望的场景，是咆哮着自己为幸运女神所垂青，自称为合拍的老契阿罗。所盼望的情景。終わったか。やれやれ。毎度見事なもんだ。係，莉莉真係每次都好光手正腳啊，將嗰啲所謂天使殺曬，每次都。さあ進め、莉莉。さあ進め、ストレンジャー。我哋旅行到終點未啊？到底？お前さんはそうするしかない。いや。そうしてくれよ。なあ、頼むよお嬢ちゃん。其实我已经开始有啲估到啦，其实系咪当莉莉去到终点嘅时候，一切就系结束嘅时候？神社に思い出させてくれた。あんたは俺の望みを叶えてくれた。俺の願いはあと一つ、たった一つだけだ。ブロードウェイはもうこれでいい。咩愿望？就系令所有人死晒，回复翻原本应该有嘅样貌。神社はもうこれでいい。もういいのか。ああ、そうさ。もういいんだよ。猫，点解叫佢猫？佢同纸袋梅交流住，同变咗做铁啊，本应该冇办法讲嘢嘅影，喺其他人嘅耳中，不过系铁嘅摩擦声。但系拇指男已经多半都系铁啦，而且最紧要嘅系，佢已经知道记忆系乜嘢，佢已经理解咗地下世界。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可以讲嘢，深切知晓意义的有和无。削り取られて、執着がなくなれば、地下世界の人間は死ぬ。執着啦，呢个就系。死ぬぞ。ジンジャー・ロジャースも、お前も、お前も望みを果たしたのなら、あとは死ぬだけだ。メタルになり、誰とも話せない。点解系咁样嘅设定嘅？残念なことにな、名も知れないどこかのモール、メタル、哀れな人間の慣れの果てよ。メモリーを映すだけの、まるで鏡になっちまったモールよ。お前さんの、いや、お前さんに映る俺の言葉よ。残念なことにな、俺たちはもう。五年も前に死んでるのさ。系咯，咁依家到底存在喺地下世界嘅系乜嘢嚟嘅咧？灵魂啦，定系吓？我真系唔知啊！玩咗咁耐系毫无头绪嘅呢样嘢。同时间喺地上面又翻嚟艾利西亚呢度啊。そして。5年前に残された傷跡の中を、無数のガーニーが残された大通りの中を、私は再び歩き出す。对比莉莉又打又杀又变魔女又成咧，艾莉西亚系轻松好多，都系行下企下嘅啫，行行企企嘅真系。雨，雨，水音，まだ雨は止んでいないけれど、私は歩き出す。30分が限度でも先へ進もう。私はブロードウェイを後にする。私はかつての花屋にを後にする。
アミンも脳裏で繰り返しながら、うん、音楽版小さな黒いそれをそっとコートの中にしまって立ち止まりたい。その意味するところも分からずに、私は強く強く感じている。この無数の鋼の車確認したい。幾時有講到見到鋼之車，聽起完全冇印象嘅。誰かの思い、誰かの言葉。もしも残されたものがあるのなら、私はそれを拾い上げたい。せめて目にして触れたものだけでも。けれど、ごめんなさい。私はひどいエゴイスト。こんなにもたくさん。唔好話自唔自私嘅喂。誰かがいた証、こんなにも。私は唇を噛んでいた。涙流れていたかどうかはわからない。雨流れて落ちて。你都好感性啊，真系睇落好酷啊，你真系。私は雨に濡れながら歩く、歩いてしまう。歩く、街を後にする。声、言葉、録音されたものを聞いたこと、私は受け止めようと決めた。けれど、それでも、すべてを。この都市のすべては、到底。私には行くべきところがある。行くのだと決めた場所があるから。だから。其实系咪去紧阿郎当年死嘅地方呢？指引嘅尽头就系佢当年死嘅地方咁样，曼哈顿咁样。エゴイスト。私は結局のところ、ただ自分の見える範囲でしか。呢个唔系自私啊。何？ね、ちょ、めまい。哇，顶唔顺啦，淋得太多雨啊，感冒。めまいが、私はめまいを覚えていた。違う。何？歩き始めた私の視界に映るものがある。視界。正しくは。左目にだけ浮かんでいて、右の視界にはガーディの群れだけ。ガーディやめ、ガーディ。左の視界に何か見えてくるものがあって。佢左边只眼变咗金色噶，佢之前唔系金色噶嘛，系突然间变咗。これは誰？私は幻を見た。私は夢を見た。きっとそれは白昼夢か何かで。其实我玩咗佢嘅前作嘅。佢前作系讲 Tesla 呢个角色咁样啦，即系都系抄翻历史名人嵌翻落去啦。其中个女主角就系又有金色眼嘅，喺只 game 入边咧，金色眼系应该代表一啲好特殊嘅力量啊，或者代表身份象征咁样嘅，其实系。但系因为佢系其他 game 咧，全部线系连埋一齐啦，所以佢好多时候都唔会解释翻俾你听只 game 出现嘅嘢系咩意思嘅。例如你唔知点解。天上面是那么多雾啊，看不到天空啊，样其实因为它蒸汽朋克底下它的设定就是科技已经是用了蒸汽了，所以就污染得很严重，甚至连太阳都看不到啊，样它其中一个就是金色眼是有特殊力量，在这一个作品里面我不知道有什么效果，但应该都是一些特殊的东西。彼女の姿さえ知らないはずの彼女の姿だった。音楽版に歌声残した彼女の姿だった。佢可以見到啲死人嘅靈魂啊，係咪？はずがないの。左目に映る彼女の姿、誰かと別れを告げて、自分が死んでいることを知って、それでも歌い続ける彼女の姿。咁我好期待會唔會遲啲見到阿郎呢？即係阿郎嘅靈魂咧，見到佢就可以同阿郎傾下偈咁樣，會唔會咁啊？恋、胸に秘めて、恋した自分を忘れずに、恋人の顔を忘れても、たぎる怒りは。因为你解决了件事嘛，话我哋系功臣嚟噶。白い刃が砕かれるままに、怒り、憤り、すべて黄金に砕かれて、そうしてほんの少しだけ安らかに、そうしてほんの少しだけ穏やかに、残したかった思いだけ、残したかった恋心だけ、その胸に確かに思い出して。吓、啊，你都见到紫色天空？哇，你只眼系咩料？恋人の顔はまだ思い出せないけれど、
恋人の名はまだ思い出せないけれど、それでも彼女は、吓佢真系点啊？两个空间重叠咗，定系佢只眼真系睇到啲唔应该睇到嘅嘢？ただ歌を続ける。12月23日と同じの恋、胸に秘めて。系咯，呢只眼咩事啊？真ちゃん、紫色の空の夢、紫色の空の幻。私が今確かに見ているも、私の左目だけに浮かぶ。私の左目だけに見える。通咗灵喎、啊、你，会唔会迟啲见到阿狼啊？认真，同时间地下，我做咩啊？咁光嘅喂，我真系盲啊，大佬。紫色，紫色嘅天空下边，地下铁奔驰住，地下铁奔驰住，即管已经睇唔到佢嘅身影，喺破裂嘅百老汇路面上面。自动回到地下铁的隧道，地下铁仅此一辆的地下铁，然后伴随着声音渐渐离去，向着尽头，执着目的意义，即使依然不明白这些东西，但只是单纯单纯地期望着尽头，好像异邦者离离的愿望。钢铁之快，火车、地下铁和轻快的声音一起奔驰着，奔驰着消失了，就是这样。为了目送地下铁一同离去的少女，在结束了夜晚的百老汇本应该陷入沉睡没有任何人出门的街道上面，出现了一个女人，一个男人的身影，将歌声混杂在地下铁的声音里面。诶，琴吉歌，这个是歌，歌唱在无人的街道里面，他的歌是一个有声的，他不是说已经没声了吗？琴吉罗杰斯的歌，呢刻佢都系咁样歌唱住，歌唱，哪怕声音传达唔到，都要将冇歌声嘅歌，永远终结唔到嘅歌，歌唱喺埋藏曾经炽热嘅恋爱嘅歌，同喺身后边嘅三五伴奏一齐歌唱，歌唱呢个地下世界嘅歌，好有诗意啊！呢个画面系有啲唔知点讲添，喺一切解决咗之后嗰啲后日谈嘅感觉，哪怕已经死咗，消磨。磨损消损啊，变咗条铁啊！哪怕唔记得心爱之人嘅面客面容，即使系咁，即使系咁，都要将恋情埋葬喺心入边，唔忘记爱过嘅自己啊！即使忘记咗恋人嘅面容，好似咁样，带住啲平静，好似咁样，带住啲祥和，令翻滚嘅心灵平和落嚟。唯独想要留低嘅思念，唯独想要留低嘅暖心，的确可以喺心中想起歌唱嗰个冇歌声嘅歌，继续歌唱喺冇办法响起嘅歌声入边，再上咗思念呢一章就完啦，咁就睇嚟应该系咪最终章咧？其实已经到了诶、哎，行路声，哇！又玩呢、這个，玩捻死我咩，大佬？屌，呢、這个真系好黐线，我唔系讲笑，一拣错一定 bad end 咯。好啊，嚟啊！唉，又要读呢、這个啦。华盛顿报紧急报道，纽约发生咗啲乜嘢？1903年1月12日，纽约，世界最大机关都市，呢个系1902年12月24日之前嘅讲法。12月24日成为了合众国全市民充满哀叹、绝望和疑问的重大日子，小布称为大消失之日。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失去了重要的东西的日子。重机关都市一夜间被破坏，300万市民行踪不明，其中的真实依然未能知晓。本报志在为了整合合众国的是为了给整个合众国情报混乱打上休止符，得到合众国政府当局和东部联合军、东部陆军的全面协助。在去年10月24日之后约三周时间，奔赴由陆军封锁的地点进行取材。本部所记载的情报全部都是真实，绝无虚假。负责记者和编辑部本社在这里宣誓。那有三份啦。
百老汇嘅真空发生现象。百老汇记者唔使讲，大家都知道呢度的确系偏繁华之源，接连刷新合中国娱乐史嘅发展同象征。凭呢个行业嘅收益，都可以同呢条街匹敌嘅就只有大联盟，系咪打棒球嘅大联盟？逼裂啊！而且仲将各个团合系咯，各各将各球团合起嚟。然而展开喺记者眼前嘅严峻现实，同之前嘅地区几乎一样，都系无人废墟，大概系充斥住众多死亡嘅地方。但系同其他地区相比，都可以断言呢度嘅异常。呢度有比布朗克斯仲要异常嘅痕迹，切断系切断啊！街道四周都被深深切割，道路建筑被割线在大马路上的无人蒸汽小车，全部被尖锐的乜嘢深深切断了，感觉并不是破坏燃烧这类超常的嘢。可见呢度的切断痕迹都太过异常。情报官简短咁话俾狼狈记者听，真空发生在呢个陌生的词汇。唉，同记者一起注视住路面切断的伊博士。跟住长报官嘅话继续讲到，预测时间0:38，新型机关暴走所产生嘅大规模能量震动嘅大气，最终使得产生咗巨大嘅真空。突如其来嘅尖锐真空轻易咁切割咗物质，佢嘅结果一定就同其他地区一样，建筑、道路、人，所有嘅生命成为咗佢嘅牺牲品。喺呢片区域，呢个过程只系体内异常，应该系呢个，因为有时间。根据我之前嘅经验，有时间嘅系啱眼。睇你啱啦，超越咗人类智力嘅嘢出现，呢个一定同其他地区一样，仿佛喺度敌视所有生命，仿佛喺度敌视所有活物。佢同样嚟到百老汇，叫神白之物，耀眼夺目，光环头顶光环。呢个系真实嘅，即系呢个系反映现况嘅，上面嗰个就系假嘅。明啦 ，OK 嘅，我已经有啲 feel 到啦，但系希望接下来两个啱啦，如果唔系真好烦。疑问一直喺度膨胀，明明留低咗如此惨烈嘅切断痕迹啊，但点解同其他区域一样冇确定人类死亡？尽管浮现出政府陆军同埋调查委员所隐瞒嘅猜测，但从记者所见嚟睇，确实冇办法确定人类死亡。无论系本应该喷钱嘅鲜血，定系碎片之类嘅嘢，都睇唔到咁惨烈嘅破坏，要点样先可以做到隐藏呢？就算记者可以理解呢个系冇可能嘅嘢，否则佢哋果然冇进行任何隐藏工作。不过喺呢条街上面可以理解嘅嘢得一件，真空发生嘅现象，现象导致咗成条歌剧之街被破坏。唔系石壳嘅记者无法断言详细嘅过程，但系如果生物遭遇到呢啲嘅话会点样？就比钢铁制造嘅蒸汽小车都系可以制轻松撕裂嘅现象攻击，会唔会觉得痛？记者甚至冇办法想象，冇办法讲出猜测。是哪个导致了这些东西？但是情报官和石壳所说的死去的人们消失在哪边，令人忘却现实的美妙音色，很漂亮的剧院，清澈的歌声消失在哪边，新型机关暴走所带来的连锁灾害，难道真的是这样？喂，死了，这个很难啊，大佬。我不是很明白，这个真的要选哪个呢？第一个应该不是，我估计是第二或者第三个。试下第三个先。啊，错咗屌！有呢粒嘢真系错鸠咗啊！咁好啦，咁我错鸠咗就可以出翻去先噶啦嘛，我就可以捞翻个 safe 啦。咁依家系你连捞翻个 safe 都捞唔捻到咧，咁大家就要等我一阵啦，真系等我一阵呢样。好啦，返返嚟呢度啊。咁啱先揀咗第二个呢就唔得㗎，失败咗啦。咁今次就揀返第三个咯。睇下第三个啱唔啱。好啦，大家好啊，返嚟呢度啦。咁啱先揀咗第三个唔啱啦，咁就试下第二个啦。应该第二个啦，哇，我估係第二个啦。应该係啦，果然係。咁就呢个係真实嘅嘢啦，全部都被切断咗，无数嘅刀刃刺入成条街，同时发生嘅都係一瞬间，
佢冷酷无情咁样斩断咗一切。如果生物遇到呢啲嘢嘅话，甚至冇感觉嘅疼痛嘅时间，一瞬间全部俾人切断咗，所有活动甚至系生命。好啦，最后一份啊，唔单止冇救援工作，甚至冇救援过程嘅痕迹啊！呢座都市睇唔到遗体嘅痕迹、碎片，甚至所有嘢。呢一刻记者可以讲嘅，的确系由某种原因，都市被破坏，300万人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被投入嘅约20000人以上合众国东部陆军都喺城市入边一个人影都冇，估计只系喺都市边缘进行封锁啊！甚至众多地区破坏，凭常识推测都难以理解。在没有进行理解全部原因而且可以回答的人的情况下，都是可以理解只可以严峻地实现严峻现实进行逆推。但伊博士是纽约事故调查委员会在卡达斯招聘前来大协会国内社学遵从情报官的意志在这里匿名。作为罗德·阿凡尔·爱迪生的弟子之一的他，总是用防毒面具遮住块面，对刑事住入务穷途的无人都市记者讲，他是爱迪生徒弟，不可能是超越人类智慧的存在，作为所有严峻的现实由不幸的偶然重合后所导致的结果，新型机械、新型机关，我们渺小的爱国心不断狭窄的结果就是出现这个惨剧。爱迪生讲过，量度狭小终有一日会将我们引向绝望的切断。准确来讲，这个或者是斩断国家关系的意思，但现在就好像现在斩断了白老汇，我觉得是第三个咯。果然是啊，这个是真的句子啊，超越了人类智慧的存在显现了，它就是第五天使，位置之塔所引来的存在，叫做现象素色实验啊，暗地里进行了大规模实验，它是由这次实验制造出来非物理的怪物，是第五天使总有力量的切断，因此它无情地斩断了白老汇的所有东西。是不是会给份东西我成功了？是的，给份东西我好成功了，好吧好吧师兄好吧。那就应该就会有有那些叫什么角色新平睇啦，系嘛？如果我答啱晒嘅话，应该系睇下啦。果然有啊！そこは歌のお城でした。とても大きな大きなお城です。紫色をしたお空の下に天と構えた大きなお城。大きなお城は歌やお芝居で溢れていました。そこには歌い手がいました。綺麗な声の綺麗な歌い手です。就系琴吉啦，话琴吉。お腹が空っぽの歌い手です。お腹、何もない。屌、点解佢唔系讲以前嘅咩？讲依家啊。だから歌いません。歌おうとしても歌いません。何度歌おうとしても歌いません。いつも歌おうとしても歌いません。だから天使様、ああ、天使様がやってきます。紫色のお空から意地悪な天使様。天使様が歌い手を笑います。時間だよ、いやいや。思い出す時間だよ、いやいや。我真系谂唔明点解天使系咁无聊嘅咧，要去嘲笑一个即系好弱小嘅人类咯。喺呢个地下世界咁弱小嘅人类，点解天使要特登去系咁样嘲笑佢？真系唔明。するとあっという間に歌い手は歌い手は真っ二つ。あっという間に真っ二つです。佢俾天使杀死咗嘛？これじゃあ歌いません。歌い手は怒って。たくさん泣きました。なぜ歌おうとしていたのかも忘れてしまった。天使様は何もしてくれません。誰も。但我哋嚟咗喎，我哋嚟嚟拯救咗你喎，系咪啊？ピアノは言いました。もしも魔女が来てくれれば。ピアノ系咪指紧阿边个？でも魔女はここにはいません。ここにいるのは天使様だけ。歌い手は真っ二つのまま、歌えないまま、ずっとそのまま。でも。如果莉莉嚟咗，魔女嚟咗嘅话，就会救你啦。唔紧要，我哋救咗你啊。天使真系好狗啊，好扑街啊！呢只 game 入边成日做啲令人哋觉得吓唔开心嘅嘢啊，嗰啲嘢好狗啊，真系。1902年七月某日，翰林抽迪格州啊，讲捻错。
私立制高等学校，又翻翻去回忆啊！又睇艾丽莎以前啲回忆，告白喺晴天啊，间将呢个就系佢告白嘅日子啦，话好啦。咁今集嘅《精灵塔尼》就差唔多嚟到呢度啦，因为如果再玩埋呢 part 嘅话，可能就会有少少 over 啦个时间。咁就应该尾声啦。其实我每次都咁讲啊，但系每次都系好似都仲有少少，仲有少少咁样。琴日个故事好惨，但我哋最后都救咗佢啦，叫做几成功嘅 ，OK 嘅个结果，我觉得系。咁就真系完啦，大家下集再见啦，拜拜。